南坎区的南坎地区因临近国道一号南坎交流道，是大台北进入桃园的第一站，吸引着双北换屋族群，也成为桃园通勤区的第一首选。 而拥有半山美称的上南坎区域，拥有南坎繁华商圈机能，也享有远离喧嚣的旅经价值。依山傍水的低密度住宅区，让光和绿意融入生活之中。跟着买房观察室，一起感受嘉兴新境的居家质感美学吧。 想要环境清幽，就要取舍市区的便利机能吗？嘉兴新境带给您独一无二的城市仙旅居家，满足出繁华入宁静的地利之作。基地位于桃园市芦竹区欧丰街，多元周边交通可以规划运用，不管是使用 T Pass 通勤月票，专程机场捷运，或是开车衔接国道一号南坎交流道，未来更可接国一甲线桃三交流道。 快速穿梭南北，通勤动能更便利。今晚想要准备什么好料呢？做菜时临时发现少买东西吗？全联福利中心就在家后面哦。不管是日常居家用品，或是新鲜食材选购，随手可得的方便，这里就是您最大的补给站。假日想要去大卖场采购，骑车就到 Costco 商圈，带您轻松探索各式购物体验。从幼儿园、国中小到高中，短程通勤距离不用担心孩子的接送问题。全龄学区让孩子沉浸书香环境，把时间精力留在学习上。饭后想要走路消食，或是和家中毛小孩一起散步，出门下楼就到绿酒公园，享受小桥流水、阳光洒落、绿荫摇摆的悠闲环境。 来点不同的体能挑战吗？跟我来登五九桶山登山步道吧！临近五九桶山步道，近在咫尺享受自然野径森林间的奇丽，轻松体验登山的过程和成就感。公园草坪绿地，让大人小孩都能自在奔跑，尽情亲近山峦景致。 嘉兴新境基地约58.57平，规划地上15层，地下3层的独栋建筑，全案规划26至39平，共72户住家。外部周边区域规划平面绿化退缩空间，保留23米大尺度采光空间。外观采用丁挂三色混拼，茶棕色不会破坏周遭景观，自然融入其中。 搭配基座花岗石材，使整体看起来自然、简洁、大气。建筑坐向为坐东北朝西南以及坐西南朝东北两个面向，应周遭多为空地，透天相对较低楼层，为居家保留极佳采光。后侧栋别更可远眺五九桶山景，以70迎宾大厅进入，公社规划中庭花园、交易阅览室。 健身房在家就能有不同的室内活动享受。跟着我来看看理想家吧！以耶鲁电子锁揭开家门，迎面是客餐厅连线空间，窗外洒落的光和影为家营造舒适惬意的画面。超高坪效规划让家人都能拥有适宜的独立空间。户户位于开窗，不管是二房或三房格局，都有4件式卫浴设备。 BWT 全动式净水器、意大利 Gram Gas 洗碗机、知名厨卫浴设备以及选材配置，细心考量生活所需，贴近使用需求，也为生活增添品味质感。看完今天的建案，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：专程捷运机场线、平面道路衔接国道、快速道路，交通路径完善。 带您快速通勤至城市，便利穿梭南北各地。出门就拥有公园秘境，山林步道是您最佳的后花园。社区转弯就有大型超市，全龄学区均在短程车距之间，再也不用为接送孩子而烦恼，满足全家人食衣住行娱乐。
临近别墅社区，建筑密度相对低，享永久动距，也让采光成为居家空间重要氛围元素，为生活带来光彩变化的乐趣。26至39坪数，2至3房规划，超高坪效规划，动线流畅不拥挤，大面开窗，引擎入室也有良好通风性。品牌设备配置，处处细节融合质感和实用性。更多购房优惠等着您，快来亲自体验质感系豪宅嘉兴新境。今天的买房观察室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按赞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